检查项目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，这是纸本报告，可以去找主治医师了。我的主治医师是黎生，请问他现在有空吗？跟我来吧。最近被流浪体袭击的患者很多，李主任已经加班好几天了。三号手术室紧急手术，叫官宣马上过来。是。患者高龄男性，无绝对手术禁忌，准备体外循环。好的，主任。啊，看来李主任又开始忙了。你如果不急的话，在这里等一下。好的，手术比较重要，谢谢你。心源介入症治疗专家，特聘主任医师。流浪体活动频繁，黎生也跟着加班。总算下班了，晚上一起去吃火锅吗？不行，我还要去看我奶奶呢，之前说好要回家吃饭的。奶奶，奶奶，哥，我也好想回家和你们一起吃饭。